因为呢，这一次改版之后，已经没有锁结合了，对吧？以前的3B 是只有闪耀金的才骑得到，但是因为它这一次改版之后，把这个限制解开了，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有想要3B 的话，不管是闪炫结合都可以洗出来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试看看结合洗3B 到底好不好洗。是要洗到有 40B 为止吗？基本上不是，因为你们看我们的附加，我们的附加是垃圾，所以我只是想实测看看35或 40B 好不好洗。反正我们就尝试，但是不是一定要。如果说中途洗到悟空，我会考虑留。OK 哈，那就走起来，来吧。就是想花钱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结束了，如果一颗出 40B 会不会很难看啊？来，是不是？如果能出120弹最好啊，但是我不强求，我看过机遇了，不好洗。我只求可以看到个一次 B 伤就好，好不好？我这辈子还没有洗过 3B 嘛，所以我想要体验看看，好不好？毕竟我开始认真在洗方块的时候， 3B 就已经被锁住了，所以我没有洗到过。我很好奇。又不如好奇，副武器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上歪下歪都能转。逼伤，我们先拿别剑好不好？主播打掉吧。等一下，现在等一下，但是现在副武器没有120B 都是垃圾，是不是？你们现在要求好像挺高的哦。来啊，破鞋步结合第几排会有差吗？没有差，我只能讲都很难，但没有差。给我看一次 B 伤嘛，老哥。他不是开放了 B 伤？工程师说要给40%，真的假的？工程师，我刚刚问工程师了，他叫我不要讲出去，他说要给我40%。传说钱，再来。第三排不行，第一排不行，第二排总可以了吧？我连一次 B 伤都看不到吗？结合方块，你还要让我等多久？我，除非是12魔宫，我愿意留着等日食，要不然9%魔宫狗都不了。32，这个几率跟40B 一样。你还要任人摆布到什么时候？武器，逼伤啊！干你妈！我看一次逼伤会死，是不是？是我合理的问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可能是我没更新好，我的逼伤还锁着？至少会有30B 吧，对不对？我希望至少期待一次30B，可以吧？逼伤，再来啊！再来啊！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一定要看到一次逼伤。再见啊！工程师说什么？要给是不是？工程师说要给了，他说两分钟内让聊天室狂刷猛刷7，真假啦？狂刷猛刷7是指我干？怎样？人家400多颗两件120B，我会不会他妈4000颗一件都没有啊？不是骗你笑，根本不可能会有逼伤啊！主播，你的账号还没开放，我也有一种我的好像还没开放的感觉。啊，怎么连30B 都没有？啊，怎么又是你？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再来一次魔光啊！干你很猛是不是？逼伤，攻击 BOSS 怪物时伤害。BOSS 怪物，怎么又是你？谁他妈说有开放的？有没有可能不是今天开放？记错了，提10000多块了，我连30B 都没看过我连最烂的都没看过我的游戏有更新吗？干他妈没更新怎么进来的啦？没更新怎么进来？哦，有了。40B，领域展开做沙博图。40，我。
至少确定有开放。再来，老子他妈洗了10000多块，快20000块，然后就看到一次30B，干我看起来是真像傻逼啊，我他妈花了10000多块，就只看到一次30B，看我在浪费钱。我是觉得会有啦，你应该担心洗不洗得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为了你们，贵的我都买。不是洗哪个职业不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的是看到120B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洗不到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，我们花了快20000块，只看到一次 B 三过。直播那么贵，你怎么拉得下去？啊，你们不是想看？你们想看我就洗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快搞我的车！我只想看到再看到一次 B 伤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只要再看到一次 B 伤，我保证收手，不管几趴。我刚洗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什么40B 不难洗，12名，35，连续2次传说浅，全属。B 上，轮回没中，你先中风了，没事，我洗这个也洗到快中风了。到底是谁他妈说 B 上很好洗的？现在承认，我顶多按你24小时一次。B 上，视讯关掉，原来是视讯关掉，说不定直接出货。我跟你们讲，视讯关掉直接。不是你再让我看到一次 B 伤，我就收手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12爆，攻击 BOSS 怪物，9力。不是，我就想看到一次 B 伤，没这么难吧，老哥？这个爆率多的好恶心哦。B 伤。我发现我去完日本回来，好像整个超衰嘞，运气整个大爆炸。再来，主播要不要试看看海盗的副职业？说得好，海盗是不是？刚好我还有一个重炮指挥官，一世精灵游侠，海盗不会背叛我。来人是，先洗海盗。一世精灵游侠，主播可以登马戏团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有人说乱摆是洗破鞋布好洗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可能压根就是破鞋布才好洗？那就很玄哦。有没有可能单纯就是我衰而已啊？哎、欸，老哥，我按了10颗了，我还没洗到半次哎、欸，老哥，不是老哥。不是老哥，我可以问一件事情吗？B商真的有开放吗？我刚刚洗到啊，关键是说什么？要给一个大的，你要给个大的，是不是？我信你，我信你。大的是不是？多大？不是骗笑哎、欸！我他妈按了6-7次才按到一次第一排，然后连续出了3次爆率，妈，我看你像傻子是不是？主播该停了，好了，我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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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洗到一次我就停，好，我停。B 上，要不是我刚刚有洗到30B，我严重怀疑个没开放，你知道吗 ？B 上，洗掉，除非你是12魔，不然我不了。红币要花疯点会很抢钱吗？
高峰点花的不多，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但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那个高三副本的时间太久。但我现在更不能接受的是 B 上的几率太低。来了，做沙博元，来一次，35B 传说钱。哎，传说钱，男子，不是你都要来35，你怎么不来40？都是传说钱，你怎么不来40？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有够贪心。